治疗到了，治疗到了，一直都来，人要开了，准备机呀。啊、哦，有人说啊，那脚踏车不能骑人行道啊，你们要讲啊，不然有的不知道。很多东西啊，那天脚踏车都是国中、高中的，然后警察有讲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不要乱丢垃圾，是不是从小就有讲？然后你我带各位看一下、哦，这边到底有什么奇妙地方？请勿扶手站稳踏阶。好，不要乱丢垃圾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哈、哦。来，请你跟我一样来注意看一下，考你的视力。有一个白色的五十栏，是放那边，不要乱丢垃圾，是不是大家都有讲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有钱买五十元的多多绿，啊，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手，啊，没有那个脚去把它丢垃圾桶，啊，就放那边。啊，这个是不是要讲？哦，我们要车站要再多贴告示啊，啊，不要乱丢垃圾，是不是这样子的、啊？这国民教育低落的问题啦，啊、哦。是不是？好、哦，了解吗？一个短片中各位知道了。哎、欸，蛋姐啊，蛋我带笨手啊。哎、欸。